作为我本人来讲，我会觉得不会有人比我更了解他，不会有人真的比我更懂他，他就是一个很无辜的牺牲品。对于我来说，我是特别心疼他。说平凉人的脉象是喜脉，没有人能抵挡。究竟怎样的受伤，但不是阿哥没了。真要与你重头来过，你看年少情梦都是镜花水月。